有点不忍心哎。妈捐血的概念。好，封他。够，我要够喽。好紧张哦，这是我第一次钻。哇，已经在滴水了。我刚才问你有没有成功。那个过了一天，我要来采收，然后现在雪下有点大，看看有多少。哇，满满一桶！加油！角度，哦，64.8% 甜度，超棒，完美！啊，是不是？可以了吗？收集了一个月呢，这是我们家今年2023年封糖季的采收，好感动哦，因为真的做了很久。好，现在来到我家的后院，然后我们要来采封糖浆的原料，就是枫树枝。然后工具呢，小张就帮我备好了，有这个电钻，然后锤子，这是我们家的，我们自己叫它夫妻树。反正呢，你看就是这样子，两株在一起。那我现在来订另外一颗。我们要在树上钻洞。你真的会哦。啊，有点不忍心哎。妈捐血的概念。好，封糖，够，我要够喽。那个角度要斜斜的，因为这样子才可以让枫树枝这样顺势流下来。好紧张哦，这是我第一次钻。好了，好，好，那我要退出来。等一下，我要退出来，按左边。哦，好，哇，已经在滴水了。我刚才问你有没有成功。Oh my god， 好兴奋哦。进去了。好，然后先画桶子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要敲一敲啊。对不起，忘记了，刚太兴奋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铁锤派上用场的地方。等一下哦，把它敲一敲。哇，枫糖浆，还没。我在想象，完美。那打这个地方就是看它的树根往上面看，因为表示这里的那个系统最强健。我很会哦。对，我现在已经打了一根之后就很有信心了，完全不怕啊！谢谢你，请多给我们枫糖浆。好，我要打咯。哦，顺利哦。好，应该可以了。好，我要出来了，推出来。哇，有，我看到枝了。Nice， good good。有，塞进去。因为现在都是冰很，不是很扎实。哇，你看，在打的同时已经源源不绝。好了，我觉得可以了，它蛮紧的了。对，源源不绝 ，free for free。4 5 6 7，期待收成。那个过了一天，我要来采收，然后现在雪下有点大，看看有多少。满满一桶。好，那我现在把它拿下来。哇，要拿的，哎呦，天哪，地板滑。来看一下，哇，这个也好满，快要满出来了，一定要收。OK。连续两周，每天不管下雨下雪都要记得采收。还遇到呢魁北克50年来最大的冰风暴，好险呢，我们家枫树都没事。来看专业的怎么做，他们是会牵管线收集，完全自动化，不像呢我得一桶一桶搬，
哎，算了，当运动也不错啦。哇、哦，满的，哇、哦，满满的，这我还没看就知道已经满了。哦，太矮看不到。哎，满的，哇，这个三分之二满。哒啦，啊，我们那个夫妻树产量真的不错哎。先收集起来，要拿去煮，然后这个盆子再挂回去，让它继续收集。好珍贵哦，地都不要浪费。健康的枫树呢，会产出大量多余的树枝，所以采收呢，对枫树的健康是不会有影响。好，完了完了，这几天呢，大丰收，然后我们发现只开一锅已经不够，现在要开两锅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做事情呢，就是要把枫树枝，然后浓缩变成枫糖浆，因为枫糖枫树枝呢，大概 2% 是糖分。其他 98% 都是水分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一直呢把那个水分给蒸发。你看这一开始是透明的这一锅，然后这一锅呢它原本有这么高哦，五到这边，然后我们煮了大概两个半小时，变到现在这个颜色，对，而且还蛮香的。然后像旁边这个泡泡啊，可以稍微搅拌一下，那个是糖的结晶。哇，很香哦，现在已经很像那种枫糖浆味的。你看那颜色超美的。哦，有没有？好，继续。这边还有，现在呢都不能停，整个就是被枫树枝追着跑的阶段。做枫糖浆就是这么简单，这是最棒的方法，不用花电费。然后烟囱呢还会自然帮我抽风，燃烧吧！天哪，煮这么一大锅，最后就剩下一点点，一定要刮干净。还没完成哦，等等要正式来煮了。好，那现在呢要来煮枫糖跟装瓶。好，等一下啊，这个好满哦，一滴都不能浪费，我要倒喽。开始。哦啊，怎么越来越窄？等一下，等一下 ，OK， 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哇，等一下，好。哇，画面太疗愈了。你要走？哦。103度了，关键的一度，加油！哦，这个样子有点像巫婆的药水，有没有？到了到了，你看它闪灯了，好，关火，调度，哦，64.8% 甜度，超棒，完美，来到了。我太矮了，所以我要踩个椅子。啊，是不是可以了吗？好，超搞出来的。到到。哇，太多了！啊，好漂亮哦 ！Oh my god！ 封上这盖子的瞬间，哒啦！好漂亮哦，太开心了。收集了一个月呢，这是我们家今年2023年枫糖季的采收，好感动哦，因为真的做了很久。那你看呢，真的是跟书上一样啊，枫糖呢会因为它的季节而有不同的颜色。像这两罐呢是季初收成的，然后就颜色是最浅，然后叫做 golden。那这三罐呢是季中，叫 amber。那这也是一般大家在市面上最常买到的枫糖浆的等级。然后季末的话，它颜色就会变得比较深，就变 dark 或是 very dark。 那它这几个分别呢是透过枫糖的透光性来区分的。